护法，要有智慧，要有福报。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对佛法只有害，没好处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佛法兴衰，宗教的兴衰，都看这十年。这十年当中，兴起来了，兴不起来就衰下去了。这个十年是关键的年。你记得这个时候，你造业也是这个时候啊！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要重视。错误的无间地狱啊，正确护法的，你心里想往生，统统可以往生。福利价值，关键的是这个时候，像我过去遇到的韩馆长，可遇不可求，太难得了，稀有啊！真正热心护持，没有明文理想的念头。佛门要认清楚，真正的护法，弘法护法都还不可得，在家出家，弘法护法要认清楚。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规矩了，都是搞过人的明文力量，厉害得是，没有替佛教去想，没有为正法着想，这个罪过重啊！啊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在家是护法，出家是弘法，都造很重的罪业。死了以后就知道了，知道来不及了。造罪修福，佛门里都是第一功德。你如法如理如法修福，来救佛教。你要是随着自己搞名利的话，你堕于无间地狱，没堕地狱不知道，堕地狱就晓得，太酷了，不值得。修福怎么修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你阿弥陀佛。什么福报最大？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福报最大。所以我说，都知道都不知道，说穿了都知道，不说穿了都不知道。在这个世间吃点苦头好啊，消业障啊。啊，不要以为他侮辱我，他欺负我，他骗我，啊，他害我，好处替我消业障了。啊，他不知道感恩，还说这个人是我的冤亲债主，不知道自己的业怎么消掉的，不晓得。心地清净就是福啊。心生烦恼就是业，就是罪业。问你每天是生烦恼的多，还是生欢喜？
啊，这叫念佛的心度。啊，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得遭罪行。